待会呢，我们的 Popular Lady 呢要来示范这个拍拍舞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会跳的话，只要自愿上台的朋友哦，在今天我们待会签名的时候，自愿上台的朋友，我们就要送给你很棒的奖品，要送给你自愿哦，我们就要送给你他们最新代言的网络游戏蛋蛋糖的这个游戏序号。另外啊，只要跳得好的话哦，我们来挑战看我们的歌迷朋友是不是都很会跳。只要跳得好的话呢，我们就要送给你他们代言就是 Popular Lady 代言的 AMP 的耳机，还有 Cool V Lady。 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好玩哦！我觉得今天真的太划算了，你只要跳一下拍拍舞，你就会得到这些这么超值的奖品，真的。所以你们要把精髓赶快交给他们，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会跳，赶快趁这个短短的时间来恶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准备好要学了吗？好了，一二三，将时间交给我们的，对对对，麦克风，我们来，好，直接来收一下麦克风，我们来跳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拍拍舞到底怎么跳。好，好，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 ，OK， 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哇，掌声鼓励！好，好，刚刚有看到那几个精髓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来。只要做到几个点，我们就认为他们跳得不错。要不要来讲一下好了？应该是拍第一个拍屁股，拍屁股，拍肩膀，拍肩膀，然后手再推出去，推出去，就是这样的重复走三次，其实就是非常到位了。OK， 好，第一个先拍屁股，好，左边屁股，然后左边肩膀，以及手推出去 ，OK 了吗 ？OK 了吗？好，如果不 OK 的，待会在签名的时候赶快把他们的最新 MV 点出来看哦。这也是恶补啦，封面就可以看了，封面也可以看，直接有没有？我们把这个Popular Future 直接点到封面，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这支的最新舞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。